老少爷，偷东西呢？我哪有偷东西？是上师傅让我过来拿的。哎，你既然没有偷东西，你躲什么呀？不会是故意躲着我吧？ 这还不明显啊！等等。 你说你是不是女孩子？唇膏都擦到外面了，以后化完妆照照镜子，别毁坏我们冷里春的形象。哦，我喜欢玉轩，比谁都早，比谁都深。 谁抢不走我的玉轩？要是有哪个女人要抢走我的玉轩，你一定要跟我同仇敌忾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有点事儿。进来说吧。好。 小心！哎呦喂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没干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你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？快回去，回屋去。哦。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对了，我是因为愁上师傅烦的那笔钱的事儿，我怕你去干坏事儿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我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借钱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我没给你开玩笑。我也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比你有钱。 你刚到昆阳，用钱的地方很多，而且我作为老板，员工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应该给予帮助。真的，我没有半点不尊重你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有那么多的思想负担。你为什么会关心我？因为。 因为我是你老板啊！哦，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不会要你的钱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定，那我走了。 今天海棠在工房出了点差错，上师傅罚了工房所有工人的钱，一问海棠，那你倒是帮帮他呀。海棠不愿意给大伙添麻烦，说这些钱要自己来出。哎呀，月轩，她一个姑娘家的，要不是家境不好，怎么会来冷里春做工嘛？
不行不行，你把钱给人家还了，不要让人家为难。我还硬等你告诉我呀，我跟他说了，可海棠太倔，根本就不要。他说自己犯的错误，一定要自己承担。海棠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姑娘，刚强、诚实、有担当。我看她就是缺根筋，这事儿明明就不怨她，被人陷害。 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海棠她真的是够善良，很可爱。换做是谁，谁都会喜欢她的。哎，月轩，你喜不喜欢她呀？哥，人是不是有了目标，就干什么都打得起精神来？ 是啊，是啊。太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太太，放开！娘，你干什么？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心里有气，是因为儿子，海棠做的不好。 你带我来这干嘛？美吗？我有烦恼的时候就一个人来这儿，一来这儿啊，所有烦恼都没了。像你这样的富家公子，还会有烦恼呢？哼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烦恼？也对啊，你肯定在想，我吃花酒是去东城好呢，还是去西城好呢？ 下雨天是穿西装好呢，还是穿马褂好呢？对吧？我是在想，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呢？你怎么了？突然那么严肃，好不习惯啊！你看，啊，要说你们女人啊，还是喜欢坏坏的男人，对吧？ 海棠，啊，我有句话想问你。你问啊。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反正不是你这样的。我怎么觉得你就是喜欢我这样的呀？你又来，自以为是。 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从一开始我不跟你打打闹闹、斗来斗去的，从始至终，我对你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追求你身上，不让你觉得我这么吊儿郎当的，你会不会选择我？我就不喜欢你这种啰里啰嗦、话多的人。那行。 那我从现在开始，既正经，又老实，而且还寡言少语。
那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啊？会。你做得到吗？ 我睡会儿。 我要回家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 怎么了？你等会儿啊！发动不起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再试试啊。完了，修车吧。 好重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一直吵着要回去，要回去那就得修车啊！你以为我愿意修啊？你看我手上这么脏，真是娇生惯养，手脏一点就要叫，我手都要酸死了。你快点儿！你不娇生惯养，你修来，我给你举着。我，那还是你修吧。真是废什么话呀！ 你谋杀呀你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手太酸了。吓死我了！接着修吧。我看你也修不好了，我走过去。哎，你往哪儿走啊？不是，你看，你看这一片，而且这地方根本就没人经过。这样吧，这车反正我是修不好了，咱们俩今天晚上。 就搭一帐篷，在这凑合一晚上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走我也得走回去。你怎么走回去啊？这离那么远，你走到明天你也走不到啊！你就是不被累死，你也被饿死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我听说啊，这晚上会有狼出现，还有老虎，各种野兽都有。 我还听说这个狼会吃人，你说你要是被狼给吃了怎么办啊？啊，碰到你这样细皮嫩肉，狼没有，我跟色狼才有呢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你自己修吧。你说谁是色狼？这哪有色狼啊？不是好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不听呢？这荒无人烟的，你真是被吃了，我上这儿找你去啊！再说了，你扔下我你就不管了啊？我说你这人怎么你这？ 就算是一种愚笨，也相信有点可能，用尽所有力气完整，好弥补少一点的天分。 是不是我太认真，对于爱情太虔诚。
这样的男人，爱得有点笨，说话有点冷，想拥抱却怕伤人。想问你会不会也有着同样一种疑问，谁是陌路人，谁是过路人，谁会陪你过完这一生。伤人，想问你会不会也有着同样一种疑问，谁是陌路人，谁是过路人，谁会陪你过完这一生。你说的梦回到这里了，玉轩呢？别怕啊，你不伤害他，他就不会伤害你。你听我的，咱们俩站在这儿别动，过会儿他就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迷路了。迷路？嗯，对。这是哪儿啊？你在跟踪我吧？我不是怕你一个人有危险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老这样，怎么老跟踪我？你到底什么目的啊？不是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怎么就跟踪你了？我这是保护你，行不行？你说刚才要不是我的话，那日柱不就吃了你了吗？你还不谢谢我，你还说我跟踪你，我怎么就……什么声音？饿了？不饿，我一点都不饿。行了，别逞强了。这样吧，带你吃好吃的去。来，你这能吃吗？跟喜欢的姑娘出来约会，我还能不把吃的准备好吗？就算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尝尝。
们干嘛一直看着我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好了，你送我回家吧。看过星星吗？啊？启明星升起来了，无论夜空中有多少星星，它总是最亮的，最吸引人目光的那一颗。在这里，就好像可以摸到星星一样。来，咱们离星星再近一点。满天繁星，星星点点，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多，那么密。但其实，每颗星星之间的距离又是那么的遥远，就像我们俩之间一样，想要接近，却又难。冷静点啊！你听我说，冷静。你为什么要缠着我？你干什么？玉轩，他到底哪里好？你为什么要娶他？墨画，你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像样子吗？既然你喜欢的人是他，不是我，那你为什么当初要答应跟我约会？你又为什么要请我跳舞？为什么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绝望？这些事你误会了，咱们两个只是朋友。玉轩，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。你为什么总像个孩子一样的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吗？你以为你能控制别人的想法？我还告诉你，他哪儿都比你好，就比你现在在这撒泼好。玉雪，小赵，墨花，上车。墨画，他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？是。可，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去找你，是想问你聘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看见的那样。可是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心里不安呢？那么不真实呢？我现在在你面前，你觉得真实吗？你说的不真实，指的是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慢慢考虑。那我先走了。Thank you.
静。请问您喝点什么？哦，有酒吗？有。那把我的酒拿来吧。好的，稍等。慢用。今天好像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出来，约我喝酒啊？是啊。其实我以前不喜欢喝酒，总觉得会迷乱心智，但是现在觉得喝点酒挺好的，可以温热心扉，而且好多真心话都是酒后说出来的。是啊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你这第一次主动约我，我还有点紧张。你心里有鬼啊？好了，来吧，咱们干一杯，为了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你怎么不喝啊？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高兴，当然高兴。我怎么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呀？可能是因为昨天我还说让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今天你就突然答应要嫁给我，可能来得太突然，我有点措手不及吧。可能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吧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想问你会不会遇见过我这样的男人。我想清楚了。怎么，你犹豫了？没有。谁是陌路人，谁是过路人，谁会陪你过完全。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你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那你就永远都不要让我知道吧。其实你挺好的，可能因为我从小的生活经历把我变得跟刺猬一样，满身都是刺，总是喜欢跟你针锋相对。我不是想要证明我自己有多好，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而已。雨雪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伤害到你了，你要相信我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也可能我有我自己的苦衷呢。
其实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轻浮，或者轻浮于你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很拘束，所以有的时候口不择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总是那么不自信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我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。那现在的你，是真正的你吗？你看呢？我也看不透。来吧，再干一杯。这杯是为什么呀？就算道歉吧，为了过去，也为了将来。这样的男人，爱得有点笨，说话有点冷，想拥抱却怕伤人。想问你会不会也有着同样一种疑问，谁是陌路人，谁是过路人，谁会陪你过完整。那我们再干一杯吧。这一杯为了纪念。纪念我们的过去。那好。为过去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迎接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你啊，玉雪。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的。不用谢我，你喜欢就好。少爷，少爷，月轩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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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少爷。
我是冷家大少爷冷月明。冷家大少爷冷月明，那玉轩呢？ 这么说，刚刚跟我成婚的人是你？嗯，是我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要嫁的人不是你啊！我。 对不起，我不方便出来见你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一个被冷家遗忘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你，我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你赶紧出来，你告诉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说话呀！你又不是哑巴，你快告诉我呀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我从一开始我不跟你打打闹闹、斗来斗去的，从始至终我对你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、既正经又老实，而且还寡言少语，那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啊？就算你再犯错，我都不会再怪你了。反正我这狼府上下， 一半的人都站在你这边。我想问你，聘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看见的那样。我愿意嫁给你。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你不要说了。 我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所以说你看到的我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？你出不去的，他们已经把门锁了。